有扬名立万。Oh yeah, oh yeah。 满世界踢脚尖里找工作花了半年，真不想回家啃老纠结。我好歹流言归来，学富且知满怀，定会把局门打开。小脸都瘦成那样了。嗯，女为悦己者容，你懂的。白头，待会儿准备一份宵夜，然后让璎珞给秋叶送过去。得嘞。白头啊，最近生意做的怎么样？哎呀，那是相当之火爆啊！车站、码头、四方街，那全都卖疯了呀！按这个速度哈，今年过年我能买辆车回去。四马驱动，无级变速，全皮内饰，双后视镜，哎呀，那相当之气派呀！钱老板，我在这儿先恭喜您了，钱也是赚着了。哎，这菜的味儿差点意思。啊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好吗？啥呀？一股隔夜味儿，馊了吧唧，油了马哈，你这喂猪呢？这是。还好呢，好个溜溜球啊，都已经好几天了。前两天怕你辛苦，什么都没说，你没完没了了是吧？顾叔，你觉得？我觉得这个挣钱啊，这个我们都能理解，对吧？但是镖局呢，干的是体力活，如果吃不饱的话，这活都没法干了。不是，这事儿吧，他不能怪我，这。哎，以前吧，咱用的是这种油。可人家油坊关门了，这我也没办法，我就实在不行，我就换了一下。蔡老板，你换油你也打个招呼喽。不是，那以前换油、换米、换醋啥的，你们也没说啥呀？那不吃也挺香的吗？哎，你还有理了？我给你10天时间，你把这油的问题给我解决了。你做菜好吃，90%是因为这种古法小榨的花生油。行了，各位，咱今晚上醉仙楼吧。哎，刘烨，把这些地沟油全都给我打扫干净了。秋月的宵夜我来带。你到底买不买啊？你好，我是小雪蓉，我可以喜欢你吗？你再喜欢我，买糖葫芦也要给钱啊。可是我没钱。没钱买什么糖葫芦？去别人待着去。哎呀妈，这谁家倒霉孩子，走路咋不看路呢你啊？哎，我是小雪蓉，我可以喜欢你吗？啊，你喜欢我就撞我呀？那你还恨我吧你。我是小雪蓉，我可以喜欢你吗？我家里边有8个孩子，你喜欢我，我养不起你。前面有一孤儿院，你找孤儿院去吧。我有娘。有人吗？胡掌柜。哎，我是小雪蓉，我可以喜欢你吗？你还没完没了了。你要能给我弄到他家的油，你就可以喜欢我。油？哎，叔叔，你知道仙灵吗？仙灵，人名还是地名啊？仙灵，仙灵，没听过。哎，嗨，我是小雪蓉，我可以喜欢你吗？又是你，又没钱买，谁家倒霉孩子呀？哎，你一大老爷们怎么欺负小孩儿？你滚！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啊。应该的。嗯，小姑娘，你是不是在找人啊？嗯，我找我爹。他叫啥？不知道。
这都不知道，那你咋找呢？哎，那他住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你知道啥？我知道我叫小雪蓉，我来自仙灵。仙灵在哪儿啊？不知道。不是，那你咋来的？你都不知道？那你上哪儿找去啊？我迷路了。小姑娘，别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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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你再想想，你还知道啥？我知道我叫小雪蓉。哎呀！哎呀！啊呜！当家的呀，我真的尽力了。你说人家不开门，我也没辙呀。要不行再换个牌子呗，整点贵的。不是钱的问题，是态度。我真没招了，我呀。那等哪天我发不出工资来，我也跟你说我没招了，你白干吗？哎，你这不抬杠吗？那啥事不得看具体情况吗？人在职场，能力只是一方面，态度才是关键。能力不够，咱可以慢慢培养。如果态度有了问题，就很难发挥主观能动性。我让你往东，你偏要往西，这样的伙计你要吗？公叔啊，你帮帮我吧，实在是没辙了。咋了？油又没了？那油坊都关门了，黑市上油的价格卖的比金子都贵。哎，你说这当家的，你说他咋就那么事儿呢？他呀，那就凑合一口能死吗？他，完事儿要赶上闹饥荒啊，那啃上树皮就不错了，还挑食儿。我跟你说啊，当家的他又没有别的爱好啊，就是喜欢吃，你呀就照顾照顾他得了，对吧？再说了你。你啥东西来了呀？这咋呼啥呀？这一小孩的，哪儿的小孩？你在哪儿碰见他的？你说，街上，街上，不，见一小女孩没？哎，看着一个小女孩没？哎，公叔，那个女孩，她说她叫雪柔，从仙灵来的。哎，见一女孩没？这么高？仙灵，不，你哭啥？你说就说呗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没想到我会再听到这两个字儿，仙灵。不是，人家说人是来找爹的，又是你？难不成你没猜错，我就是他爹，对，他是我的亲生闺女。不，那你跟谁生的你啊？你跟谁生的你啊？跟一个女的。废话，那不女的还男的？哎，见过一个小女孩没？这么高？这仙灵在欧洲还是非洲啊？仙灵是一个早已消亡的古国，有一年我走镖的时候在山上迷了路，被瘴气所困，后来当我醒来的时候，就看见他一袭白衣从天而降。哎，他长得咋样啊？就像一朵洁白的雪莲花，出淤泥而不染。你老就是那淤泥吧？哎，走，再讲讲。再后来他就把我带回了地宫，我们一起生活了半年。再后来他就有了身孕。你老这辈子是真不闲着呀。有一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在官道上，然后我就疯狂地去找，但是没有人听说过这个地方。老天爷，你终于开眼了，把我女儿给送回来了。小雪蓉，你在哪儿啊？爹来找你了！我和你快出来呀！我和他不熟啊，那个他可能说司机戴绿帽子啊。小雪蓉，小雪蓉，爹来找你了，你快出来呀！公叔，小雪蓉，公叔别光找孩子，我那油咋办呢？哎，我那还有二两。哎，便宜，便宜是多少啊？二两银吧，不然还能是锡呀？不，你杀猪的出身呢，宰一个算一个是吧？哎，要不要？要，那边再给便宜点呗。现在油坊关门，各大酒楼忙得手忙脚乱的，到处都找这个古法小渣友，我这已经算是便宜的了。我真让你给我打败了，装油吧。行，这味道马上就不一样了。好厨子，
就得用好油，蘸着很好。啊，谢谢啊。要坚持啊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你这一关一定要保持住。保持不住，我今天花大价钱收了这二两油，你这一顿就干没了，明天可咋办呢？嗯，我坚信，只要用心，一定能想出办法。啊，加油！那味道是不是不一样？公叔，公叔，那油又用完了。你路子宽，人脉广，你再帮我想想辙呗，行不行？求你了。陈南有个人叫许一模，是包大厅，束河镇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，你可以走了。你哭吧。一钱银子，我去，抢钱呢你？舍不得银子，泡不着妞啊。哎呀，谁说我要泡他了？我要买油。告诉我他搁哪呢？啊，就在油房。我敲过门了，里边没人呢。你得走后门，先对暗号。又又又吃到，又又又又又又吃到，又又又又又又吃到又。胡掌柜，您哪位啊？菜把斗，以前老给你家买油，油没了您回吧啊！哎，胡掌柜，那个我们当家的只剩家的油，你多少给我匀点呗！哦，求你了，要不然我就失业了。胡掌柜，胡掌柜，好妹妹，好妹妹，胡妹妹，胡妹妹啊！求你了，求求求求求！进来吧。哎，好，又又又吃到了，又又又又又。咋的了？这好好的，妈呀，咋弄成这样呢？生意好呗。遭小人嫉妒，你上天有法，先挖走我的伙计，发现没用，后来又偷走我的秘方，还是没用。不是咋的，偷走秘方都没用啊？我榨油有6亿，青岛郡家产地，秘法炒留醇香，小榨技见精细，取出榨得上品，正宗味真地道，依古法妙储藏。所有的工序都得经过我亲自控制，所以光会背几句口诀能有什么用啊？那你咋整成这样的呀？他们恼羞成怒了呗，派人找茬把我这店给砸了。那他报官呢？报官啊？赔几个钱，抓几个人就了事儿了？这世上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吗？等我把脚伤养好，我就要扩大规模，跟他硬碰硬，彻底把盛天油坊给他搞破产。不是那你最近不打算开业了？我这脚咋开啊？咋样啊？这骨头谁给你接的？那个南城的那刘瘸子。上一瘸子给你接骨，真有你的。大夫，我这伤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休息一个月就好了。太好了，就是以后呢，这两条腿儿可能不一样长。什么？而且会骨质增生，一到阴天下雨呢，就浑身剧痛，还有风湿、关节肿痛，下半辈子可能就完了。大夫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救救我行吗？我要完了，我们家这牌子也就完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为了我们厨子，你就帮帮他吧啊。嗯。这伤很重啊，可能还得再加2000呢。扶我起来拿钱。我不要你给，我要他付。我去，而且必须是现金。上辈子这是该你的，我呀。啊，把这个咬紧了。干嘛？你这骨头接歪了，得砸折了重接。啊，这快点儿。咬着吧，他可厉害了。没事啊。咬上一点都不疼，就一下，就一下。你别看，你别看，别看。来了，别看，别看。来了，停住。来了，来了。没事。来了。怎么样？疼吗？一点也不疼哎，你神医呀！一点也不疼？因为砸的是我。对不起啊，没关系，我知道你是故意。
我真不是，好久没操作了，我准度有点不够嘛。无所谓，只要能把霍掌柜的脚治好，我就感谢你祖宗十八代了。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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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偷住手！偷包子你！他偷包子，他欠多少钱？我给。我这我来，钱给你，走吧。告诉你啊，你要再敢碰到我，削死你！我这还差不多，没事了啊，小雪柔，没事了啊。哎，谁呀？公叔亲闺女。啊！小雪柔，我这就带你回去见你爹。真的？哎，那我爹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你爹是个镖师。什么是镖师啊？镖师呢，就是到处走镖，每到一个地方呢，就认识一个姑娘，然后孩子还小，别啥实话都瞎捋了。那我爹是不是就是这样子认识我娘的呀？对呀、啊。对。哎，小妹妹，你娘是干嘛的呀？她是县令的公主。公主？嗯、哎，那她有钱吗？啊，她平时都有多少宫女伺候她呀？啊。公叔，你别着急了，该来的迟早会来的。但愿如此吧。公叔，进屋歇会儿吧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哎，你们说，我引发过誓了，老天爷要是看见我的诚意的话，应该会成全我，对吧？公叔，我回来了。胡掌柜的伤怎么样？那都是小事儿。下面我要隆重向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。当当当当。是小雪柔。嗯，你是谁呀、啊？我是你爹。骗人！哎，他真是你爹？他就是在骗人。我娘说了，我爹长得特别帅。嗯，那个小雪柔啊，我年轻的时候我长得真的很帅的。证据。证据。对，你看，这个娃娃就是我当年亲手做的。我亲手做的，可是每个人都可以说这是他自己亲手做的呀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现在属于拐卖未成年儿童，要是再骗我的话，我就报官。传说这里边有你们想要的一切宝藏。这是要发呀！趴下。啊，慢点吃啊！哎，慢点，慢点，佳佳，小雪蓉啊，嗯，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你娘呢？慢点，倒热水，倒热水，赶紧，哎，慢点吃，不着急，不着急啊。快掉，这有，这没用过啊，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我娘她一个人还在仙岭呢。我是自己偷偷跑出来的。那你为什么要偷偷跑出来啊？找我爹。雪蓉啊，我真的是你的爹呀、啊。证据，否则免谈。要不这样，你带我回仙林，见着你娘，她能给我作证的。我只记得出来的路，回去的路我给忘了。我记得，有一个瀑布，对，有一个瀑布，瀑布后面是一个小山洞。你老说那是花果山吧？嗯，他说的对，我记得确实有个山洞。好，你先吃，吃完以后我们收拾东西，马上出发。不行，仙林可是一个有宝藏的地方，所有人都想得到那些宝藏。你到底是不是个骗子，我自己还不知道呢。除非你能证明你是我爹，否则我不会带你去的。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再过600年，基因技术也许可以证明。那当家的，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你跟他娘没有定情信物吗？嗯，有，他
他送给我一块战国时的古玉，价值连城。你给孩子开呀！啊！后来我转手就送给另外一个姑娘了。畜生！我怎么知道会有这一出啊？我要知道的话，打死我也不会送的。不是，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？我就……你找那姑娘要回来不就完了吗？她嫁到广西去了，我来回最起码得两个月呀。公叔，你别着急，你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线索。哎呀，我跟他娘当年是情投意合，干柴烈火，在一起的快，分开的也快。我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你就分开了。现在想起来，那就是一场美丽的梦。我去。来，小学生，来，你看，这一屋子的小虎啊，都是我给你做的。你看大的、小的啊，哎，还有这个，这个呀是你娘，这个是你，这个你猜是谁？是我，没想到吧？还有这个，你看红的、绿的啊。哎，小姐容啊，以后这个房子就归你住啊，你有什么需要的，你随时告诉我就行。孩子，我真的是你爹。那我考考你，你第一次和我娘见面是在什么地方？密林深处，你娘一袭白衣从枝头飘落，动人心魄。错。那你娘怎么说啊？我娘她当时收到警报，发现有陌生人闯入，她又出去查岗，结果看见了一个长得特别帅的人，那人就是我爹。对对对。那个人就是我，我当年走镖的时候，我在山里迷了路了，然后瘴气中毒，然后就昏迷不醒。那你跟我娘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我永远也不会忘记。我说，请问，我可以喜欢您吗？错！你当时跟我娘说的第一句话是：小妹妹，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？咱俩在哪里见过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肯定不会这样说，这不是我的风格，不可能。所以你根本不是我爹，给我滚出去！只要你喜欢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，我滚。你还是走着出去吧。你好，我是夏雪柔，我可以喜欢你吗？又是你，没钱买，滚！信不信我抽你！其他的，姑娘这么漂亮，来选一个，够了吗？谢谢你，我跟你说，以后只要他要糖葫芦，要多少我都给啊，那我结账。好嘞，公叔，哎。你打算这辈子就这样吗？那怎么办呢？我自己造的孽就应该我来收拾这个残局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多了这么一个女儿，老天爷对我真好。那您先慢慢跟着，我去帮胡掌柜修设备啊。行行行，我的幸福你不会懂。今天这帮孙子怎么把设备搞成这样？哎，你不要在这闲着呀，过来搭把手啊。我脚疼，动不了。哎，你给我准备茶行不行？我都站不起来了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行行行，反正越吃越饿，睡会儿去。哎，你饿你不吃东西，你睡觉管啥用啊？睡觉省体力呀。你好好干啊，加油！你先吃点吧，吃完再睡。啊？手艺不错啊，那是因为你家油好，我一换油啊，他们都绝食了，要不然我也不至于这么折腾啊。所以啊，做买卖要专注，我这辈子除了榨油，什么都没琢磨过，所以我那油，你闻着香，看着透亮，炒菜的时候也没什么油烟，是吧？嗯，这都是用时间一点一点磨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怪不得你现在还单身呢。单身怎么了？一个人吃饱了，全家都不饿了。不，我们街里街坊老张都给我相亲，我一个也看不上。那你喜欢啥样的？我啊，嗯，踏实、肯干、不急不躁、勤俭节约、纯爷们儿。那不就我吗？不过最重要的一条啊，必须得比我有钱。嗯，吃饭吧，凉了。好了。
设备修好了，可以干活了。手脚够麻利的啊！你指挥，我来干。好啊。从哪一步开始啊？原料啊。你放哪了？我拿去。青岛。大姐，你轮我了吗你啊？我榨油必须用青岛出产的大花生。不是，那葫芦岛的不行吗？不行，必须是青岛的，否则绝对不开工。我去。喜欢吧？哎，今天逛累了吧？习惯了。好好，那过一会儿啊，跟我回去一起吃晚饭。哎，不用了，昨天已经很麻烦你们了，我自己可以的。你呀，你的脾气跟你娘一样。可是我娘她平时很凶的。你娘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她特别温柔，老是喜欢笑。你问他什么吧，他也不说。有时候我就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人类。可是他现在总是偷偷的哭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可能有一些事情让我娘不开心了吧，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找到我爹，只有我爹才能让我娘笑。等我找到他之后，我一定要把他给带回仙灵，让我们一家三口团聚。可是我爹到底在哪儿啊？今天我才知道，只要你付出一切努力，就肯定能成事儿。嗯，我们家伙计要一半，我早发了。等回头你脚好了，再招几个伙计，我帮你培训，保证个人个人听话。好啊，我负责榨油，你就负责管理，赚了钱咱俩分。不是，你啥意思啊？嗯，我现在吧，还缺一个股东。你有没有兴趣入股啊？嗯，关键是我没钱呢。嗯，不用你出钱，我给你干股啊。你就负责管理，什么都不用管。哎，对了，如果再有人过来那个砸场，你就把他们都给我打出去，就这点事儿。但是这事儿吧挺大的，那个你让我回去想想行不？嗯，行。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。嗯，对，那个油没拿。哎，等你考虑清楚了，再来拿油吧。去。当家的，你说这胡继华哈，该干的事儿我全替他办了，他非但不领情，还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要挟我。我觉得他100%是讹上我了，他是不是看上你了？不能吧，他有个择偶标准，不能比他穷，所以才给你干股啊，让你挣钱娶的啊。哎，那我咋办呢？这种事儿我又没经验。你没经验谁有经验呢？把他给忘了呢？雪荣啊，这个是我当年在苍山打的，当时一剑毙命啊！你好残忍呀！不是，你娘她也打猎的？我娘她吃素。不可能，在仙林的时候，我们两个经常一起打猎，她吃的可欢实了。我娘她真的吃素，看来你一点都不了解我娘，你根本不是我爹。当年，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那个，你帮我出个主意呗？那个胡掌柜可能大概差不多是看上我了。等会儿。来，你先吃啊！哎，不是那个开油坊那个女的啊，她让我过去帮忙，那你就去呗。为啥呀？她长那么漂亮，你为什么不去啊？不是，那光漂亮就欧了，那你还想怎么样啊？那漂亮，她总有老的那一天嘛。你至少分享了她的青春呀。那我等她老了以后，帮我再换一个。不是，这个时代允许三妻四妾的呀。为了美眉，你节操尽碎呀！来啊，现货不多了，预购从速啊！排好队，排好队，别插队啊！后面，来，快点，快点，手脚快点！哎，
什么情况？要你也来买油啊？后面排队去吧，没到你呢啊！快后面排队去！哎，胡掌柜，胡掌柜，哎，胡掌柜，我油呢？哎，你后面排去。排什么排啊？我交孕妇了。啥意思啊你？不用胡掌柜。人把钱都交了，你看我这都有记录，我确实欠人家的。你看，胡掌柜，你欺人太甚了吧？来，周师傅，这是最后一坛了，您拿好。谢谢胡掌柜，你太过分了你！吵什么吵啊？你一个家厨要这么好的古法小炸花生油干什么使啊？凑合凑合得了。厨子比的是手艺的高低，不是身份。嘿，叫板，比一局。比啥？面条。你要是赢了，这油归你；你要是输了的话，以后见面当场鞠躬，就这么定。又咋了？这是？这人不见了。没事啊，这又不是第一次了。过两天他又回来了。这次没戏了。为啥？因为他娘给他带走了。山无棱天，地何乃？敢与君绝，厉害呀、啊！这啥意思啊？这首诗不是这么念的，你没看过《海柱》啊？这是我当年亲手写给他的。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放在床头，这说明他娘俩跟我恩断义绝了。这老头真是我爹。不是，那他为什么说他是啊？他想利用你进入仙灵，偷我们的宝藏。那你怎么不杀了他？杀了贱人，会脏了我的剑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偷偷流眼泪呀？我没有流泪，只是眼睛里进沙子了。他要真是我爹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对我真的很好呀，这些都是假象，他会腻的。不管你对他多好，他都不会满足，他会想尽一切办法逃到外面的世界去。走吧。娘，我想回去。你疯了吧？他是坏人，他会伤害你的。不会的呀，我跟他在一起很温暖的，只有跟他分开了我才会难过呀。娘，五谷道场，忠良，龙门镖局，蔡八斗。这次比赛斗的是面，大家随意品尝，尝完了打个分，分数高的就算赢。哦，燃烧吧，脂肪！就剩脂肪。
油。斗哥，有了。小斗也不容易，该做的都做了，凑合吃吧。不对，我还有件事没做，我没去跟胡金华混。当家的，保重。等会儿，着什么急呀？气性还挺大。我呢，虽然很馋，但要因此失去一个好伙计的话 ，no way。那你还逼我逼得那么紧？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，但潜力是无限的。碰到困难，所有人的第一选择都是退缩。只有把后路给堵住，才能勇往直前。这些天你已经充分发挥了你的潜力，够了。不是，他确实不错，是个好伙计。嗯，你还好意思来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所有的事儿可都是你们当家的出的主意，你要怪可别怪我。不是你，胡掌柜来的正好，我正想跟你商量商量，你们这胡姬花的油坊，我能不能入一股？算了吧，我自己单干惯了，一个人呢自由。八斗，我今天是来谢谢你的。别！前一阵儿我们油坊要关张了，我确实想打退堂鼓。说真的，我都想回家了，但是就是因为你的坚持，让我觉得我做的事儿还真的是挺有意义的。这两坛古法小榨花生油是我亲自榨的，希望你物尽其用。放心，大家再见啊！胡老板，生意兴隆啊！慢点，生意兴隆。哎呦，你还不能当家的，你整我呢？你还愣着干嘛呀？做饭吧。好，我今天就要重振雄风。郭正好，商量好点。商量好点。雪儿，没人。雪柔，你怎么来了？小雪柔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哎，你娘呢？我娘她一个人回仙岭去了。他还是不想见我。是呀，他讨厌你，因为你老是骗他。畜生！不是，我冤枉啊！对别人我可能不太诚实，但是对秋露我敢发誓，真的一句假话都没有的。你说过，永远都不会离开我。畜生！秋露，你说过不会背叛我。畜生！不是，我什么时候背叛过你了？在青鸾殿里的时候，只有我们两个人。我就算是想背叛，我也没有这个机会呀。再说了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。你有没有偷过图纸，想从地道逃到外面去？有。仙林虽然是一个仙境，但是那边氧气稀薄，待的时间长了，真的会很闷的。我想带你看看这个花花世界，难道有错吗？你出生在仙林，你当然耐得住寂寞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小雪柔？难道你希望她跟你一样，永远待在那个地宫里面，守着那些一辈子都用不上的宝藏吗？守护宝藏是我们的宿命。那是你的，绝对不是小雪柔的。小雪柔可以选择她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小雪蓉，我今天可以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做出选择，我不会怪你。我想让你也留下，我们三个人生活在一起。不可以，我跟他只能选一个。我想留下。可是我娘只有一个人，我不能丢下她不管。不是，小雪蓉啊，爹，我也是一个人。你还有他们呀，公叔。公叔，我真的是你爹，不信你可以问问你娘啊。
可是我心目中的爹不是这样子的，请你给我点时间，等我长大了，我会找到他，我会熟悉他，我也会真心的叫他一声爹。战国古玉呢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一路走好。后会有期啊！哎哎，石少爷，你不是减肥吗？你不觉得我成功了吗？原来婴儿肥现在已经变成了标准的瓜子脸，下巴也收紧了好多哦。能带出去吗？带哪儿都可以，坚果一个。那见你家人不会丢人吧？你不用说，明白了。哎，不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明白的，我不会为难你的。给芝芝找不自在。你听。啥时候是个头啊？行，赶紧你自己洗啊！以后这种事儿别找我。接你的马，不知何时还。